这个是三八龙。第一波，你一点哦。希尔，记得你只有免罪，你没有灿烂。第二波，我注意，那远程打手停手，近战继续出招，远程打手赶快回眸。近战好，停，近战停，好，很棒的输出。接着补效，我第三波了。对，神速来，神速第一批全下。接到后面来 ，TP 全下了，各位。小丽放，放了没？放了。放了要跟我讲啊！哦，第四波，人数没了，上来拍兵。灿烂哦！灿烂。这个免队。在哪？在这。我放了。好。准备接通姐，来，免队。迎面。来，致富时起来，第一件事情先吃攻速卷，继续输出。没关系，你拉过去就好了。我知道。没有，小丽，你拉过去就好。OK， 来 ，OK， 好的，漂亮。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辛苦了，水哦，好紧张，紧张什么？我没有坐过浮潜那位置啊，太紧张，就是一直补而已啊，我还要特别点名你，你在紧张什么？我要跟你说，小丽放，星星放。很棒啊！持之以恒。你是很紧张，你拉怪怕拉没拉不到？对啊，因为我没拉过。
我也喊得很紧张，你知道吗？应该只有如云死掉吧。嗯，我有给他手。嗯，不错。小虫帅，我会给小虫。照理说应该是都是普斯会躺掉，我们都没有躺，很棒。今天是星星的第一次，所以第一个钱按照惯例。按照惯例会跟我一样屁啦，你带赛，总之你在我都开不到东西，我确定可以讲，我一定是 GG。 星星姐、欸、没有在我们这一团的第一次没有该赛吧，荣誉秘密没有没有我有有有我有改赛我有改赛我有改赛拜六六四五星星开了没，他还没剪，他还没剪。有人在抢开。啊，在我们这一团的第一次，要直接PO出来一下哈。我GG了。哦，我没回任务啊，开不到。我GG了。什么东西啊？我怎么开到法杖？老法，我看一下。啊，不错哦。欸，和尚好烂呢、欸。和尚乌鸦嘴啦。和尚开到什么？和尚已经 GG 了。金星也 GG 了。我也 GG 了。我第一个开的、欸啊。我还没 GG， 我要去回任，我要开。我就那个啊。那个。就知道你只有那个啊。那个是什么？为什么休息了这么久？再打还是一样，就是不会变啊！啊，因为队长忘记换人了。干，我今天忘记换队长，就是那个、啊，不是队长的错啊。对，我觉得是我太黑了，操！西游，你打多少球球？啊，没有啊，打黑啊。哎、欸，对啊，闪边那个紫盾也，而且紫盾还不是你开的嘞、欸。紫盾那个紫盾，不是紫盾还不是你打的。对，阿龙打的，然后闪边开的。哎哎哎，有没有搞错？我看到这个哎、欸。紫色的、哦，哇！愤怒是什么东西？常见。我靠！哇！我有搞错，我要涨，我要涨啊！和尚又要哭了。前天开到那个是顶珠，然后拆的石头是五十级的还是六十级的？真的假的？超想哭。常见。哎、欸，为什么你刚刚都不敢讲话，你现在就一直讲话？因为我刚刚紧张。常见应该守护比较有用吧？我们拿锤、欸，就打赛的、啊，那就玩具啊。哦，现在没有人，现在守护都不拿常见的就对了。很少吧，就拿锤比较多吧。没有，这时候如影在骂三字经呢。哦，对，如影可以拿长剑。是哦，如影。如影再给你看。有啊，两把伸手，打人就很好用。TTT。好啦，谢谢大家了，谢谢。今天很辛苦啊，因为今天遇到大司令啊，没有办法，辛苦了，大家辛苦了。那个明天星期日嘛，一样十点，基本上都是以十点啊。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才会改，有意外才会改八点半。基本上都是防守跟援完。那如果跟援完有没有很不幸的，我们被封眼了，那就休息。那天就休息。对，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